少帅，今天的你来中立吃冻饭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里，这里是什么？坐着坐，坐着就要坐，第一个冻饭的专卖店，坐着坐啊，在中立啊非常有名，还有三家店，光是威尼斯影城啊就两家店，这一家是属于冻饭类的，对面那一栋啊是属于握寿司类的。听说这里啊，冻饭类啊非常的厉害。身为一个冻饭达人哦，怎么可能不来光顾呢？而且这个是在中立非常有名。等一下呢，廖帅就带各位去看看这里的冻饭好不好吃呢？各位看一下啊，这个味噌汤啊。味噌汤啊，这一碗吃完之后啊，第二碗的话你可以去那边自己用，而且是不用钱的，可以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喝。虾子的壳啊，虾子头啊，超多的哎、欸！各位看到没有？我们的冻饭已经来了，我们点的是招牌的海鲜冻，这只是牡丹虾，你知道牡丹虾有多贵吗？而且啊，这里面的料啊很多呢，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它的酱油啊已经淋在最上面了，还有基本的鲑鱼啊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嗯，这个吃起来很像那个煎鱼啊，它满满一碗，非常的丰盛。吃一下它的醋饭啊，醋饭是最重要的。嗯。这个醋饭啊，吃起来非常的 Q。我发现呢、啊，这个饭上面呢、啊、有加那个紫苏，不错不错。还有这个蟹肉，这个还有就是小小好可爱啊，这是生的虾子。吃起来黏糊糊的，还有小鲑鱼卵。第二个餐点来哦，这个餐点是什么呢？荒野海鲜手卷冻，就是这个，他附这个海苔给你啊，可以把这个饭啊放进去里面啊。然后把它当成一个手卷来吃，这海胆，嗯，这包的海苔丝啊，吃起来海苔香气啊，好好吃，而且啊，这个。像珠宝盒一样的啊，390块，还赠送什么？赠送一个松露烘蛋，嗯，上面啊最薄薄的就是松露。吃起来非常有松露味，很好吃的，而且啊，这小小一碗里面啊有什么呢？我们会有一些鲑鱼啊，或是一些肚子肉啊、海蛎啊，它都会切碎，还有虾卵在里面。每一口吃进去啊，嗯，就有不一样的味道。里面啊有这个玉子烧，吃起来口感非常丰富，非常好吃。嗯。觉得啊，在中立啊做冻饭啊，做得最讲究啊，最专门的就是这样。而且啊，味噌汤喝到饱，醋饭吃到饱，在中立做生意啊，真的要便宜又大方。不多说了，赶快天生料，要继续吃我的冻饭哦，拜拜。